没想到，你我再次相见，你已是柳门主了。苍凌惭愧，你可还在为虚宗门一事耿耿于怀？正是。你我也算在万路门生活过一段时日，深知门内人秉性，虚宗门惨案，万万不会是他们所为。况且，前几日。 锦绣来找过我。锦绣所说之事，我也知晓。现如今凤山暗流涌动，虚宗门一事虚虚实实，怕只怕锦绣一语成谶。金仙若行杀戮之事，那将是宗门浩劫。苍凌。 去身仙图，不使爱他美，爱他美卓翠三，激发卓越自护力。直言邀您，收看招摇。据我所知，陆昭瑶在凤山之战后，曾身染莫名之病况，只能靠某种力量来重塑肉身，去病续命。想必就在那时，他便盯上了江河的秘术。 他让顾寒光去打探消息，因此顾寒光也死在了虚宗门。这么一说，也有一番道理。只是金仙空口无凭，您可有确凿的证据？我自不会污蔑于人。进来吧。这是。 万路门暗罗卫的前卫长，他因受不了历陈兰等人的罪行而弃暗投明，入了我们的阵营。子玉，你来告诉大家，方才我所说的是否属实？金仙所言非虚，虚宗门确实是被江武和历陈兰所灭。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陆昭瑶。都听见了，连万路门的人都这么说，你们还有异议吗？这，秦阁主、柳门主、唐门主，你们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 好，今日小诸位来，还未一事。我在封魔山斩杀江武之时，见历陈兰体内魔气已经无法控制。这些年，我担心的事情
恐怕要发生了。我想，是时候重新审判魔王之子了。今夜星空真美，还记得那个时候在藏书阁，够不着啊，师父，师父。我够不着，不，拿去吧。当初我收莫清入万路门后，给他指了个师傅，难道这个师傅是个修仙的老道长，或者是个修佛的老和尚，教出了他这样的德行？还是说他不喜欢我这样直接的疗法？师傅，你的眼睛漂亮的和装满了星光的夜空一样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好像就是昨天的事，但一回首好像又过了很久。昨天十七回来变得安静了，想来是因为这段时日感慨良多。秦倩倩求人得人成了他的大道，就如他所说，每个人都是两手空空的来，两手空空的走，最后化为尘土。那是秦千贤的道，不是你的道。你的道是我，这世上的每一刻我都要你陪着我。睡一会儿。Yeah.
门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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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，门主？门主，没事吧，门主？门主，门主饶命！门主饶命啊，门主，门主，门主，饶命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快走啊！门主饶命！门主饶命啊！门主放手！门主，门主饶命！门主，饶命！门主，门主，饶命！饶命！门主，门主饶命！没事了，门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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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怕，上不了天，没事，门主，门主，上不了。藏书阁中一无所获，你没有寻到其他封印魔器的办法吗？我倒是有向一些老前辈打听过，但是他们也一无所知。女魔头，你说万一今晚厉晨岚……莫青不会骗我，他说是万钧剑干的，就一定是万钧剑干的，我相信他。赵瑶，你要尽早做最坏的打算。醒了，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。是因为压制了心魔，还是因为我陪着你啊？出去走走吧。子由，你家老板呢？今日怎么不在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暗楼卫林子由参见门主，多谢门主当年血煞门的救命之恩。你今日我去看了回溯镜，我原本姓林，是暗楼卫林子玉的弟弟，当年也是在您手下当差的。
都说暗罗为忠诚，细数万路门近些年的发展，忠诚的暗罗卫可谓功不可没。可没想到厉晨岚治下五年，竟有人生了叛逆。你一忠仆，如今三次易主，可是厉晨岚治下不严呢？虽然暗罗卫皆是受过陆昭瑶救命之恩的人，理当忠诚。而至于厉晨岚，他看似严厉，实则心善。魔王之子心善，糊涂。那陆昭瑶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，背叛救命之恩，是否心存愧疚？万路门收服人心之术实在高明。门主，您该不会是忘了吧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记这些干什么？足迹去哪儿了？老板去看过回溯镜，便杳无音讯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又不见了吗？没事，江湖上人们都说陆昭瑶善操控人心，可我知道暗楼卫之所以对门主死心塌地，并不是因为门主使了什么手段，而是因为门主真心相待。门主真心待我，我必定真心守护。外面有些消息说我姐姐紫玉做了一些不忠之事。门主，我姐姐本是极其忠诚之人，她这么做一定是有原因的，还望门主看在七指弟这段缘分上，到时候能够饶过姐姐一命。好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答应了。多谢门主。你快起来吧。既然你记起了过往，可愿随我回万路门？算了，回去也是徒增伤感。这是为何？我并无执念，趟不过这净池之水，又花光了所有的钱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会在七指地里慢慢忘记这一切，最后忘掉我自己，我也就不存在了。那你会去哪？不知道。在七指地里忘记一切的人，最后都会消失。山水终会再相逢。是，最后都会再相逢。万没想到，意外进入的七指地，竟然还有这般境遇。门主，那个，这个人古古怪怪的，从禁地里面出来，说要见门主，我拿不准主意，便带过来了。竹记老板，方才你说要去七指地找的亲人，就是赵瑶，这是我父亲。你们慢慢聊。是。孩子，
再见到你，大兴，现在大兴，爹，为什么你一直在骑着你这么多年？当年封印了你，我就去取六合天一剑，还未成功，我便被下属反叛。因缘巧合，落入了七日地。我知道，我做了好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你一定不会原谅我。很快我就会忘了这些刚想起来的事儿。我只记得让你等我，想回来看你，我想你。爹看你都挺好，行了，我可以安心的走了。爹，您不用离开，让我跟赵瑶再多一个亲人。好，爹，喝茶。爹，你是谁？他是你儿子，你又忘了？儿子？啊，我儿子小，没他这么大。没想到看过回溯镜后，竟会忘得这样快。
我儿子叫李晨兰，一开始我把他当作我的心魔，后来他是我的儿子，可是我做了好多对不起他的事儿，我好后悔啊。他才五岁，五岁就第一次让心魔给操控了，他要杀人。可是不小心弄断了他一只胳膊，我以为他醒过来，他一定哭，他闹我，他得怪我，没想到这孩子他没哭，他醒来的时候朝我笑，他另一只手就这样抓住我的手，他还是叫我爹。我的儿啊，陈兰，我希望你历经尘世波澜，不改赤子之心。老板送回去歇着了。若他完全将这些事情忘干净了，该怎么办？他忘了什么，都不会忘了你。如果能攻下江州城，就能直线而上，直接攻打万鲁门的要害。江州城鱼龙混杂，势力错综复杂，若要强攻并不容易。明日
你去趟千尘阁，以铲除万路门之名向秦千贤借道江州城。这怕是秦千贤不会答应吧？我要的就是他的不答应。赵耀现在定位我的是幽州，你去将他找来，我有话要跟他说。好吧，那你乖乖在这待着。你说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十七这么一直守着他也不是办法呀。西山主，你主意最多了，你快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办法。我是真不知道了。门主，不是让你守着墨青吗？你怎么来了？门主，小丑八怪说有事要跟你说。